李伟丹天辉先前跟泰迪熊做联名，佫以非常厉害，台南第一做主题，联合菲菲姐姐佮泰迪熊的意象进行 logo 设计比赛，即马第一名出炉。丹天辉亲自上掉台南三亚加奖金一万块，每一个设计都很棒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给我们廷飞的粉丝，然后去按赞，然后呢这按赞当中，其实第一名就是有1306个赞，第二名是805个赞，第三名是495个赞。李焕英会记者都结束，丹天辉就马上到下雅区进行会勘。针对港东立委林振贤，今仔日宣布要开始竞选市长，同款予看作后一届台南市长的人选。丹廷辉讲，伊一直拢在努力做准备，每天都是我的起手式，所以这相较之下就可以知道说，原来廷飞是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有人才刚在起手式。丹廷辉强调，第七当前的初选就已经行遍37区。为观光、科技、产业、文化，台南的市政蓝图已经在伊的头壳内底。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。